没事，就是只有耳朵一点点红肿这样。林俊杰合约只续一半，杠上恩公陈泽山。然后要让 JJ 能够自由的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发光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又想拉手，又想放手，是又想把他拉住，又想把他拉住，但是又想让他自由一点，他又觉得好像又太自由了。绝绝和华纳大中华区总裁陈泽山，人称山哥，感情这么好。绝绝出事，他总是替他出头。九月初还公布续约3年，估计可以一起捞12亿耶。吼，是真的吗？有内幕说，绝绝这次没有把全约给华纳，只留唱片约，好像有点不爽的味道。听说是他让他金北送。他们两个抢华纳一哥的传闻好久喽。JJ 最近还与老肖的死对头粉丝 Yuki 接上头， Yuki 要花1亿和 JJ 合作电影，哎，还听说这个人也让 JJ 加丑。哎，不是赵又廷啦，是唱歌的那一个萧煌奇。爆料说 JJ 是为了唱片公司找赵又廷帮萧煌奇拍 MV 吃味2年呢。结果小摩擦积怨成塔， JJ 就自己签给自己，没和陈泽山签全约了。但种种传闻， JJ 经纪人说都不是那样啦，一线艺人都自己做啦。你还是就放手啦。一周刊还是 JJ 报道。